月十七号，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官方微博官宣了最新一组喜剧大咖。配文称，幽默到骨子里的谢娜与才华横溢的王祖蓝携手打造，爆笑演绎你生活里必定会遇到的一件事。这对百变搭档在现场到底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？如此新奇的搭配和诱惑力十足的文案，让人对节目也是相当感兴趣啦。更有网友猜到，莫非是谢娜在央视春晚没有演出的小品来元宵喜乐会上演了吗？而此前晚会还曾官宣了张杰的重磅加盟，看来我杰哥和娜姐又要合体啦。姥姥已经准备好吃糖啦。芒果乐新闻，更多精彩一定要锁定2月19号晚7点半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呀，宝宝。